时装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刘诗诗，欢迎来到时装我的封面大片。很愉快的一天，每一套都很喜欢，尤其是 TOS 今年的整个系列都很有自己的风格，很日常但又很有时尚感。我很喜欢 TOS 的白色背心的那一套，下面有镂空的半身裙那一套，这一季呢都是皮革的元素，还有镂空的那种，像花叶一样的这种细节，很精致，很特别。现在很多的地区疫情都是零增长，这个数字背后是许多人的努力，正是因为有他们的辛苦付出，才能让大家充满希望。